对，可以。有，对啊，等一下我去买工，他要弄再弄他。好，现在买啊。200你的食物够吗？我现在买。对，现在可以买吗？有钱就可以。有钱的话，钱在。多一点。保险箱有。保险箱有钱，有啊，赶我放快着，我多放买一着，点，赶好不快。好？两组先钱，赶快多买。多买点保护的东西。他们实在太恐怖了。还有什么东西要保护？那你箱子的钱全你全拿，好不好？你全部都拿去买食物。不要全部拿去赌博就好。对，先给你。我买了买了。你有全拿吗？全买吗？全买。等一下，我看看附魔可不可以？哎，可以耶，那不行。好，过，走。看不到路，看不到路，这里。跨不，跨都不。很难，云月是去弄对面嘛？对对对对对。我们两个是都弄上，弄他们的雨声。那我这边是我负责守，那有人跟我一起吗？我会做支援。好，幽灵吗？对，因为主要是他们的那个。西瓜鞋比较多，很可怕。秀，对，没关系。那只要让他一直都挖不了，就没问题了。嗯，摸躲躲躲。哇，他们开始污了，他们开始污了，他们开赌哦，污起来。繁星可以开始污一下看看好了。那么你不要动。我在炸他们红魔鬼，等一下。我们这局，我们要超到你在打20。等一下，我在炸红魔鬼。我好像落入一个洞，洞洞吗？对，你在地底下。你先吃补，先吃补。有，我在吃。还被追。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了。有，我看到我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跳到三楼。他们在炸红魔鬼。我先帮助那个20哦，20被三个人追。好。吓我一跳。20，过来过来过来！哎，我啦我啦我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是那个。好，他力量，他力量，有一个力量，幽灵这边了，挖的快而已嘛。好了，那你可以取盾，开始丢炸弹了。我下去挖吧。你要下去挖吗？还是我下去？你一起下去啊！你们一起下去啊！敌人踢那个水母支援，水母支援。水母，有人在偷挖，有人在挖。失明了，失明了，失明了。OK。国王，怎么了？国王，你的血。快死。开始了，还行吗？你回来，跳到下来，下来，无敌，好，无敌先跳下来。OK， 我丢，我炸，我炸，你炸，我们继续挖，我们继续挖。他掉下去了，我剩4颗炸弹了。啊，我这有12颗，等下我们交换，等下我们交换。好，幽灵 OK 吗？他又要跳上来了，哎，我把他打下去了。好，剩下啊，上面还有。杰克，你是挖哪一个？好，没有，我刚刚是在炸下面的。他们有一个透明发光的。好，限制。他没捏，等一下，三克，看一下哦。不是，我。哎，我跳不上去啊，音乐。我先把这个弄开之后。没关系，我还是有办法炸，还是有办法炸。跳得炸啊！可以。好了，幽灵 OK， 再一只。OK， 我再炸。这只西瓜血量有点残了，我在等它落地。对，等下这炸弹有点近啊！他想跳走，他跑了，他怕了。哎，不行，稍微把他打退就可以了。赢了，赢了！只要保护好20宝宝就没问题了。哎呀！到后面这么认真，后面真的是超认真的，我的天哪！大家都超级合作哎，真的，是不是很久没有这样了？很久了。哎呦，全面合作，对对，疯狂跳跳的惨，这个好难打，一直跳，真的，而且会晕掉，打不到人啊！哦，找到西瓜了。超难杀人的，真的。哎，对方如果拿一个盾牌的话，你连敲都敲不到他，他只要防着你就好了。对，所以我就赶快买那个盾牌给20。你只要一直跳，然后一直对看着别人，然后拉着盾牌就没事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打比赛了。打比赛了，好累哦，太累了啦，太累了。分工好了。
二零宝宝跳一整场，觉得如何？空白键快坏了。空白键，他就是按住，从头到尾都按住没放，有没有？一直跳，一直跳。哦，好累，好累哦，真的。好累啊，好晕啊，累死。真的，好累啊，好慢哦。要打人就超累的。对啊，超难看透人的，从下面垫上去很麻烦。对啊，他、欸、上一场跳就反而哦，因为他跳要二就很好连叠。对啊，很好叠啊，超好叠，这场叠爆叠。这场有那个有滑鼠连点的，就是那种优势，就会很快马上。对啊，对啊，對啊五饼都只能叠个两个而已。嗯，超难叠，叠个一个都有问题了。对啊，超难。我看看哈，喂。哦，卡住了，我被我自己卡住了。我来中间叠一下，看到有点晕。那我是十，不是二十，二十应该就更多了。二十应该就摸不到了吧？真的是完全很多人都摔死了。在下面等他下来，抓他落地点去打。嗯，哦，啊，那个126，还要跳哦。哎呦，跳不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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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恐怖哦！有跳起来的，有瞬间跳起来的画面，但是又马上被抓起来，对啊，破图，耶，悬空喽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哦，空岛始祖，完成成就，哇，哦，这画面超不舒服的，又跳不起来了。哦，好高哦！哦，空岛又跳不起来了，又太高了，跳不起来。对，撞到墙。我记得好像到那个200几之后就会开始卡顿。嗯，那个位置上面都努力在幽灵跟那个红魔鬼。嗯，真的。那你们幽灵有一直受到阻碍吗？他们有放箱子？没有，他们后来根本就不管我们了。对啊，就让我们一直炸了。对啊。他们都火力在进攻啊，他们可能想要赌说把那个20送回去，然后就直接赢了吧，我觉得是这样。他说第三天直接三四个在追200，对啊，超多想赌这个，然后看到第一幽灵想到啊，20已经跳了三天了，他应该都很 OK 了。哦，快了，跳，终于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喽！哇，好高啊！这跳几啊？80，80，这一定碰不到的，这绝对碰不到。这个要怎么玩啊？连看都看不见了，神仙打架。这个要叠方块都很困难，你知道吗？叠到一格都很难的，根本叠不到。真的，白痴。我就是挖一挖，挖一挖，人家要来的时候就起飞。起飞了，三四个。对啊，飞上来落地就要10秒，就够你挖黑曜石了。真的，他如果他一跳，你就可以马上挖掉一个。可以给你往上看一个，是你只要血没满就会跳这么高，血满了就变正常。哇塞，血就缺了吧？这样子不会会变怎样啊？不是，这样都杀不死人，因为血没满就直接跳走了，光一被打到就飞走了。那不然用漂浮好了，打到直接咻飞上去，然后没有那个弹性，对，已经摔死的。感觉有什么什么安全气囊之类的。对啊。我操！对，玩到头都很痛啊，真的太晕了，这个真的不能常玩。这个玩一两次就好了，不要那个惊死一次啊！有玩到就好了，玩到难的大家超认真，真的。还有人跑的还是我超嫩，反正一点都不嫩。他们哪一个？左手被掉，已经被了。你很嫩，你只有你只能被他，他却无法拿你怎样。对，那怎么转向啊？什么转向？没有在玩录影，苹果录影大师。哦，哇，好累哥啊，跳不上去。床子，休息休息休息啦，两分钟才能休息，再两分钟，再两分钟。你歪头看瀑布了。我要加班。你要加班，居然。加班喽。
下班喽。加班到什么时候啊？啊哇！那、啊、小雨是要去还的吗？小雨要还的、啊，要还的吗？还吗？加班就还一下啦，还一下。我已经看完剧情了，可以还呐、啊。剧情没关系。我那天有玩最，我有陪着玩最后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。那看完结局啦、啊，不用还的啦。没关系啊，再还啊，还一下。前面没看到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前面没吓到啊。对啊，前面精彩没看到。想要被吓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小雨姐要还哦，想去要还啊。在没有买是不是？没有买是不是？小雨没买是不是？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再送哦。丢了，再见。我要把你们好友砍掉、哦！太凶了，好凶啊！小雨这样，送你礼物，你还要砍好友、啊，直接送你九份哦！我才不要，送九份干嘛？你要也送七份呢、啊？哇塞！每个人都送你啊！夸张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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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浪费钱，一份五百块，九份就四千五哎，哇！可以换现金吗？赚哎！可以换现金吗？玩完就可以考虑换现金给你。对，两小时，而且玩九遍了，还玩九遍太累了。搞不好第二结局就是你找到了、啊。对啊，就只有你找到哎、欸，不是就说没有第二结局？是没有，没有第二结局，没有你玩的可能就有，全台就只有你有，没有，就是他你玩，他感应到你的存在，然后就哦，第二结局哦，第二结局，知道吗？小雨，对啊，哇塞，他们东西一开就东西就删掉了，你去玩就直接删掉，对，你去玩就有第二结局，你玩完没有第二结局，你找我，我跟你告道歉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你去玩玩。欸、巧克力的道歉呢、欸？没问题，我们全部人都跟你道歉。对，我们跟你道歉。我们跟你道歉，道歉，道歉。然后我再送你那个什么露胸恐惧，露胸恐惧，露胸而已，我来。松马也不错啊。对啊，松马也可以啦，也可以啦。我已经看完了，我连剧透都看完。你连剧透都看了，你没有看到第二结局啊？你可以复习，就没有第二结局。这个要怎么转向啊？有人知道吗？那小雨要来水塘跑了没有？不用，这样子吗？哦，各种熟悉了，熟悉了，差不多了。休掉了，大家辛苦了，那辛苦啦，拜拜，拜拜，辛苦喽。哦，有了，我会了，那以后就这样子了。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怎么办，那以后就这样子挂台了。因为现在布布在兔兔家，所以就是买一个监视器这样子看啊。你看他还喝水，他还喝水，他还喝水，呜！布布继续喝水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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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介绍一下，他现在喝的地方是喝水神器，那屁股就是吃草的地方，那荧幕下面就是他上厕所的地方。你干嘛？他厕所旁边就是碗，因为我都训练他在便盆上吃饭，就是边吃边拉。哎、欸，哇，不然以后都这样开好了，这样也轻松多了。然后半夜啊，想说哦，看一下布布好了，就灯是黑的，然后就只看到微微的布布的眼睛是亮着亮着那个亮着一颗眼球。会有点卡啦，是因为从手机又截取到电脑，然后兔子是在看怎么直接用电脑看。安安啊。好啦，该关台了，这样好累哦。而且观众啊，被影响到了，心情不好，不美丽。好啦，感谢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 ATM 或其他影片，帮我点个订阅。他是布布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你们还想看他吗？
还想的话，不然晚点再来看呐、啊。不然呐、啊，看我晚点累不累？好多东西还没用。拜啦，拜拜拜拜。布布说拜拜，布说拜拜，阿布，开始舔屁屁。好啦，拜咯，还舔。